今天会教大家怎样在爱多美的网页购买并且完成购物。那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 browser， OK， 浏览器。哎，我是用 Firefox 啊，有一些人可能是用 Google Chrome 啊，或者 Internet Explorer 都可以。那你就在这个上面这里，你打爱多美的网址，爱多美的网址是3W atomy.com/my， OK。3W.atomy.com/my， 然后 enter， 然后你就来到爱多美 的首页，爱多美网页的首页，然后我们就这边有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新加坡，那我们是要在马来西亚购物，我们就按马来西亚，然后呢就 login， OK， 就 login。Login 会到这个 patch， 这个 login 的 patch， 那你就打你的 ID， OK， 你可以跟你的上线拿你的 ID， 我的 ID 是6880792，然后，你只需要打6880792，它自动系统会自动放一个 S 在前面，所以你的 S 是不需要打的，哎，你的 S 是不需要打的，再重复一遍 ，S 是不需要打的，你就是打号码6880792，然后它就自动有 S 了。然后打密码，密码打好了就按这个 login button， 然后你就用你的会员进入到爱多美的网页了。那爱多美的网页有四个 OK 四个 tab，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shopping mall。 那马来西亚的爱多美已经有一些的产品已经陆续的上架了，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就是精油贴布。那所以我们就看我们要买什么，那我们可以开进去里面看啊，看这些产品的介绍，产品的资料 OK， 然后再出去
OK， 看个316炒干啊，不锈钢炒锅，就可以看这里就有 Member Price 是多少，然后 PV 是多少，然后然后它的介绍 instruction， 它的 instruction 有一些是有 instruction 的怎么用，然后所以如果你要的话，你就是 add to cart， 喜欢就 add to 加入购物车，就已经到购物车了，然后你再按 list 就出到外面去。list 哦，这个 list 是不是，这 list 是只是到一些相关的产品，所以你再按 shopping mall 到这个购物页。好，购物页现在马来西亚的网页共有两个页。有牙膏、护手霜、牙刷。那比如说我要买牙膏，我要买两个，我按二了之后 add to 购物车 OK， 它就已经在我的购物车了。然后我看到这个，这个是洗衣液，我喜欢 add to cart。OK， 我的购物车里面有三个东西了。那完成购物了之后呢？完成购物了之后，我就按这个 shopping cart 去结账。好，来到我的这个结账页面哈。那我可能只需要买一个，我临时决定只要买一个牙刷，那我就点一个牙刷，然后我就 order selected item， 然后我就按 order selected item。我可能这个慢点买，这个慢点买，我就只勾这个，或者要全部都买，就 select all item， 就全部，一共810块。那我只要买一个牙膏，我今天只要买一个牙膏，我只要一个牙膏，一个 ，OK， 一个是20块，20块有4支牙膏，很划算哈，4支牙膏，然后有2300的 PV， 2300的 PV， 然后我就 order selected item。可以按 order all item， 按 all item 的话就是这些全部都有，所以 order select item 按了之后呢，它就到这个结账页面，这个跳出来了，结账页面 OK， 然后你就confirm一下你要的是这个牙膏小条的20块，2300 PV， shipping fee OK， shipping fee， 然后呢然后就到结账的页面哈，这边下面是 customer information， OK， 我的名字、我的 ID、我的 center， 我的 center 放在我家附近这里，方便我拿货。然后这边是 date of purchase， 你可以选，你可以按着这个积分哈，有一些可能是那奖金制度，我们之后我们会再看怎么样去算这奖金制度，这个 date of purchase 就很重要。那我今天是放4月7号。我的电话号码，我的 email， I agree to receive payment confirmation email， sender 是我自己，对，然后 this order will deliver to， 那如果是送给朋友了，那你就可以放一个 new delivery address， 那如果是，那我们现在呢都有 education center 是 free delivery， 不管你的东西有多重都是 free delivery， 所以你按 education center 它就会出来这边，然后就 select， 我选这个 education center 是因为它进我的家。那大家的 education center 有一些是在excellent， 有一些是在 Cebu winner， 有一些是 Cebu reserve， 都是按着各自不一样的这个地区哈。然后打自己的电话号码 OK， 这个 complete address 是 education center 的 address 哈，不要私自改哈，因为改一下等一下就不知道东西寄去哪里了。我就按 continue， please write the name of recipient OK， 这个你要写自己的名字哈，因为 education center 那边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会员购物
然后等一下货物会乱去，所以我们就要写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的电话号码，这样子 Education Center 负责人呢就会 call 我们，告诉我们东西已经到了，然后就能够分辨 是谁的货物，然后呢就按 Continue Order Payment。 好，这就是检查一下， OK， 检查一下 OK， 对了哈。OK， 好 ，total 20块钱 ，shipping fee 零 ，date of purchase，yes I agree， 然后就 check out now。OK， 哦，然后我们会讲说，哎，我还没还钱呢。好，因为现在呢，马来西亚这个还钱系统呢还没有完善，所以呢，我们暂时的这个付款方式都是 banking 哈 ，OK， 我们用 banking 的，那所以它这边有写 your order number place on。今天的是这个 number 是917046 Please make a payment by 明天的5:30，第二天的5:30，然后 to check your order history， OK， visit 这边the order history shopping history， OK， 然后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去我们的银行账户这边转钱去 UOB 10630327E。这个户口，这个户口是爱多美马来西亚省 Rambahat， 然后在户口那个转账那边，它会有显示一个什么 recipient information remark 还是什么的，那我们就打我们的这个 order number 进去，打 order number 进去就好了，然后公司收到账，公司收到它就会自动过户了，然后所以就按 continue shopping， OK， 又回到同样的这边 shopping mall 的界面，你还可以再继续购物。那我的 shopping history， OK， 我就可以去看我的 shopping history， OK， shopping history， 如果买错的话，我就按 order cancellation， OK， selected order will be cancel， OK， order cancellation。这个是刚才示范的 ，OK， 所以就 cancel 掉，就 order cancel 了。Okay， 那我如果要看我一个月的购买，那我就可以看到啊。那如果我要 track 我的 order 已经下了，钱已经还了，那我要看我的东西到哪里了，就 track my order， delivery tracking 还没有 tracking number，OK、okay?。Product coming soon， 他现在 on the delivery， 所以爱多美购物就是这么简单，你只需要坐在你的电脑前面就货物就自动送到你家里来，所以就是这么的方便跟这么的价廉物美。好，谢谢大家。